享最近的速度，请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胜宫人所提供的节目，在九点到十点这段时间，免想来陪伴咱一点钟的时间啦吼。今日有特殊的日子，四月初八，啊，就是咱大家拢知影吼，咱的释迦佛祖，就是讲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吼，今日的佛诞啦吼。所以佛诞节啊，讲洗佛啦吼，啊，咱洗净咱的佛道吼，啊，咱边啊咧吼，啊，拢有放这个吼，啊，净水啦吼，啊，人啦是讲啊，第一对基本的洗佛，讲洗佛洗清净，就是咧洗咱内在清净啦吼，浴佛啊，咱今嘛来听这个浴佛赞，浴佛赞，邀请朋友共同做来分享。今天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佛诞啊吼，咱伫遮祝福啊，咱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佛诞，大家拢会当祝福啦吼，诶，祝福咱家己，祝福全世界啦吼，这个瘟疫赶紧结束啦吼，四龙工商拢会当开放啦吼，安尼大家呢经济才会当复苏。复苏，然后呢，大家出门就比较安心了吼。咱今晚来听一段佛赞。收听一段赞如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讲到咱今日个这个释迦牟尼佛佛诞，咱对于联想佛菩萨，拢爱咱慈悲喜舍，慈会当来甲众生自乐，悲会当拔众生自苦，喜会当结立善缘，舍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上而布施救济众生，慈悲喜舍包括三施并行，就是咱咧讲财施啦、法施、无畏施啦吼。财施能得诸生自乐，
法师灵性智慧之一，无畏师灵力苦恼之境。那么修道成道呢，敢有什么款的捷径呢？吼，所以咱讲今日大家拢，因为咱有学道，从基本呢，咱嘛是想袂当得道。后来修道有七个阶段呢，吼，有个人讲吼，道人吼，释断开放，人才三思并行，吼，这呢拢总是啦。所以讲，要成就上紧的捷径，也是要积功累德的方法。行功立德，吼，咱尽量来讲，讲好话，做好事，行好路，读好书，讲好话啦，吼。咱讲世间呐，上残忍的吼，就是咧讲着讲人残忍，莫过于杀生。杀生呢，有足侪种的杀生方法。有个人讲，杀人呢是上界无人主的。杀人，有个人杀父母，有个人甚至个家己的兄弟姊妹、家己的爱人、家己的六亲眷属。所以人讲，世间上界残忍的，不过于杀生啦吼。杀生杀人，那是绝对袂使吼。但是你讲杀精神啊，大只细只安尼杀。我们也能尽量不要杀生了，我们求福莫过于斋戒布施，求修莫过于不杀放生了，那么求智慧莫过于博学多闻，求安莫过于心静是非了。况且我们常说动物，在我们现在说的山头鸟尾吼，咱去共拍蜡啦吼，去共拍。人要你困咧之后，你就去甲拍。或者是讲吼，啊，咱去山禽野兽，迄唔是咱应该爱去共扰乱的。人因是伫天地无事的天，天地都看，伊只是天地牛啦。啊，咱去共干扰都无意义啦，因为这唔是咱会当去共干扰的吼，因为。天顶飞，人也无食你，无食你有啦。讲五谷，伊嘛是会落来。吼、哦，拢讲稻啊啦，是咱咧种诶五谷。但是呢，伊毕竟毋是绿植，啊，所以咱讲，咱人咧食饭啦，啊，普通吼食饭啊，着凊彩食会饱就可以啦吼，毋免一定爱重吼，迄、哦、种肉食啊，着是爱食迄个奇奇卡卡诶物件，其实也不用啦吼、哦。咱无要求讲咱逐工一定爱食素。但是对身体方面啦吼，啊，只是讲吼，啊，咱阴性的物件食伤济，对咱来讲嘛无好啦，你讲是毋是呢？啊，咱讲这个吼，如何来修，啊，要安怎修？咱所有的每一个来讲的拢总是，不管老师讲的，啊，讲道啦吼，深浅，伊拢是甲咱讲行功。到尾也一定会跟你讲到立德，求道了后边那行功吼，咱都要以道尊心为之德行嘛，吼啊行以伦常为之刚祥，有道无德必定出魔。现在讲咱啊有道啊个无德，吼一定是魔客了吼。所以讲果无自得，自道不能焉呐吼。所以讲德者德行，啊就是讲行功就是立德的意思。那么行者，吼，咱讲要行这人礼物的代志，都要有拯救世人的心啦，吼。所以咱要遵三教圣人的，这个训练，咱就要确立强行实践。所以咱就安尼抄圣册啦，吼啊，立佛院啦，还是讲吼公吼公身劝化，吼，还是讲宣扬道义啦，启发人智啦。所以讲，唔系讲一个人的成就，一个人的成道功德，吼，唔是咱一个人都有法度成就的。无何众生，无何你多，你要来什么款的功德？无何你做，你要哪有法度外功圆满？所以讲，伫这个救急啦，吼，救难啦，吼，还是赈灾啦、匡威啦，小则出资独办，大则集资共办嘛，吼，就是咱讲。要随地随人随时随时啦，吼、哦，拢会当方便。就是咧讲，都爱有这个力量啦，叫做团体。
啊，团体就是爱力量，啊，迄个力量就是你一个人吼、哦、出钱，你嘛就爱有人啦，吼、哦、来替你推动，吼、哦、啊，但是我爱有人，啊，搁有人呢吼、哦，一说啦一说啦，人讲少，结果就变多，啊，这种啊，这就是力量，啊，就是力量，所以咱听讲吼。免了化牛为贤，即为进攻，吼不存沽名钓誉，啊，就是讲吼，唔是讲为了要出名，咱才来出钱呐，吼啊，咱平常时啊呢，嘛袂使恶言利色，用这种的表现，啊，咱啊常常咧沽名钓誉，无所谓的功啦吼，咱啊行说啊讲话呢吼，安尼气压压，吼这呢，并唔是咱咧修学当中呢吼，其中的人。所表现出来，所以人讲乐莫乐于善呐、啊，急莫急于诸足。人讲地足常乐，即善之家必有余庆。啊，即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即古早讲个真嘛吼，所谓小善小恶，眼前有报应；大善大恶，未来报应。讲人而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矣啦。啊，所以讲人。为恶祸虽然还未来，但是福嘛已经无啊。所以咱古早人常讲的吼，讲到这个善呐、啊，咱是善行善，一日有三善呢吼，三年天必降，降啥降福。啊，咱人啊平常时呢，讲一日啊吼，甲做超过三项唔对的代志，三年呢必降灾祸啦吼。所谓善人天道有之，所以讲人爱敬。福禄随之，心灵甲咱保护，降邪万字，所做必成，就是讲善人的福报啦吼。咱要哪有福报？咱两个修心养性有福报无？啊，这就是叫做福报。那么呢，你想者想者啊，想要做，你要做一个善人，还是要做一个歹人？当然，大家嘛要做善的人。啊，既然要做善的人，必须要积善累德。哦，所以讲正己成人嘛。啊，这六人之身，更何况圣贤呐、啊、仙佛，拢是安尼甲咱教，教咱要有救人之慧啦，见义勇为，慈悲喜舍，吼、哦，安尼呢，则成为吼，也是咱呢佛祖甲咱教，也是讲母娘甲咱教，甲咱教育的，吼、哦，叫咱爱慈悲喜舍，真呢，就是咧讲到吼，不管讲诸佛菩萨啦吼。啊，咱的母牛济公师尊呐、啊，啊，咱的啊，心性，甲咱家拢是遮本分事了哈，本分事，而且、啊、本分事，咱就本分做就好啊，你讲是不是呢？无挂无碍啦吼，何谓挂碍？人若讲真爱有落空，还诸天地啦。佛陀甲咱开示啦吼，佛陀甲咱开示，每一个人拢同款。所以讲，人打拼一世人吼，啊，咱敢有早半行去嘛无咧？吼，福报也是讲吼，咱这所有业报，处下之间呢？你要去知影，有的人讲我遗善呢，敢要留予咱家己的子女世世，但是咱唔敢去做半点的布施啦吼。但是咱无一定讲咱的子女世世会将你予伊的财产甲你保存掉咧。所以人呢，伫这个大地物件，我定咧讲个共有的物件，无甲一样是咱炸来的吼。你讲啊，天地共有的物件，包括珠宝，该大地之宝物。唔是咱人类所创造的啦吼，人类创造是一样式。你讲选择甲解恶出来了后，你要安怎去甲拍？吼，拍几分呢？吼，几克拉？吼，这呢是咱人去甲，哦，这个钻石呢去甲雕刻。哦，啊，咱若讲去挖到吼，拿宝石还是红宝石，你就爱去甲磨，爱去甲磨。吼，咱去挖到较好的玉啊，这个玉啊呢，吼，咱讲。和咱想着吼，觉得说这是宝物，因为吼咱，你甲看，有一项物件，和你感觉是宝，
这个东西都是为大地挖出来的东西，包括酸椒，包括黄金，包括白银，这都是大自然的东西。我们出世换一个都带了一口气，光溜溜的下来，连衣服也没有了。但是呢，你刚生在在好野人的地方，当然吃香喝辣没问题，吃饭饱没问题。我们刚生在这边境的地方，我们老母如果没冷给我们吃，因为没营养啊，没营养没冷给我们吃的时候，我们就要吃红梅糕呢，不然像现在的孩子一罐八九百块的牛奶粉，说吃没冷，如果吃不饱还有牛奶粉汤贴，我们刚才如果没冷汤吃，如果米线糊好吃，不就是我们说米一直煮一直煮煮煮暗，这样淋暗大汗的呢。所以说人来到这个世间，你不管每一个人啊，都有不一样的际遇，都有不一样的家庭，都有不一样的环境，都不一样的环境啊，这就跟我们这个业报有关系啊，跟我们顶世人这个出现有关系啊，跟顶世人有做福报没做福报有关系啊。所以有的人打拼整世人呢还够行不完呢啊，所以说有的人不是行不完，是不知道要怎去消业，不知道要怎去造福啊。所以我们只知道说财产落来啊，拜我们吃老啊，分给这些子女世世去享福，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业力呢无解地，吼、哦、啊，肉体下不了，你还阁排着业呢，阁再阁去吼轮回啦。啊，咱的囝儿是说，将你赚的这个财产呢，伊若该摕来做好，你要得来着三分的功德；伊若去该摕来做歹，哇，这拢总是大人放好伊的，伊摕这呢，吼、哦、去行为做偏差，吼、哦，阁再讲，将这的钱去做唔对的代志，那你就是担当着啥，担当着。伊个罪过，啊！你讲啊，囡仔你放遮济予伊，啊，伊唔去做好，你甲教无好，即嘛连带处分呢。啊！你讲做人真歹做吼，啊！要放财产哦，囡仔佫惊囡仔吼放荡啦，啊去共耍荡啦，或者是讲吼啊，人讲别人个家后吼，啊，咱去共传过来，啊是讲吼，人个阿伯嫁查某囡仔吼，啊咱去共做即个无应该做的行为，咱那是用钱啦。哦、去买血，可以唔捌三唔捌两个这，你甲做着唔对的代志，行邪行邪道犯色戒，啊！你啊行邪道犯色戒，啊！这钱唔是你家己赚的哦，是恁爸母放互你的。安尼呢，你爸母呢，伊把退下不了，哦，放互你这钱，你不但无该做好事发扬光大，和你的爸母得到三分公正呢，颠倒你甲做做作业，和你的爸母担。所以咱也知影这因果呢，吼，是一条长路路的代志，唔是化沾就沾。啊，所以咱爱去了解爸母和咱，吼，咱爱感恩呐，唔只是感恩爱回报，但是爱佫更加做佫较侪好事，回向和咱家己的爸母。回向咱家己，吼，咱讲先做历代祖先，这才是正确的吼。所以咱讲得财善，不管讲你是得多啊得少，你都要懂得，是要把它发扬光大，福报要放大，它才会发光。家越大，也要发光，也要有善，吼，也要有德，安尼唔才会当，让咱的历代祖先的功德愈来愈好啊，让伊的这个高位愈来愈高，品位愈来愈高。安尼咱做事是讲得财产，这是应该的啦吼，你讲是唔是呢？
无量道，无量德，德甲德是一定要加在一起啊！吼，安尼才算一百分啦！吼，来，伫遮再一次的感恩啦！吼，啊，咱今日已经是礼拜四啊！吼，啊，咱算礼拜哦，咱的春季法会结束圆满啦！吼，啊，今嘛咱也要来再普遍的吼，明仔载就是五一劳动节啊！吼，啊有休困吼，咱尽量甲再等，吼，再等一只平安。好，安尼闹一寡较困苦，咱厝边隔壁呐有一寡较好，咱讲单亲家庭较困苦，咱买晒个再多等分享好因安尼。啊，那是无来载吼，啊，就是表示哦，咱一礼拜后爱都无来载，啊嘛无敲电话来讲，讲要寄吼，啊普遍要寄，阮买单甲你寄吼，啊咱寄到互相互咱，哦，啊咱若无敲电话来讲啊，无讲要寄，那表示讲啊，咱就是吼、哦、要甲做第二次慈悲。第二届的慈悲就是吼低收入户吼残障教养院然后啊像吼一寡吼咱讲基金会啦、创世基金会因会吼啊来供伊吼啊咱讲看要载偌济分，因为吼看五十分还是一百分安尼啊，所以讲吼咱呢会将着咱第二次啊咱春季法会这慈悲的东西然后会分享和咱所有的吼咱呢顺下这爱心呢吼。可以做第二拜的这个功德啦，做第二拜的功德这样。咱若有需要寄送啦，咱直接打电话5916045，外观是咱加05。拄则吼，咱有咱的现场电话吼，咱的郑师兄啦，谢谢你啦吼。伊讲梅香师姐，我甲你讲一项哦，你迄什么火焰霜哦，真好用嘞，我将来甲你叫三罐，啊我抹吼，我。隔壁拄好一个去，遐滚水去，滚水烫着。我摕一罐给伊，哦抹抹咧。伊甲讲我这真好用呢。啊，但是吼、哦，我嘛已经无啊。啊，所以讲我要寄香，啊，你先出甲我寄。啊，阮隔壁迄个嘛买三罐，因为咱是三罐500块啦，俗够好用。咱第二代的火焰霜，然后啊，师兄呢，今仔日甲你寄，可能明仔会到。啊，你要六罐，就是三罐你家己，啊，三罐隔壁遐，啊，个香品。啊、我已经把你登记好啊，吼，等来再叫服务人员给你处理啦，吼。啊，咱若是有参加普遍的，咱吼、哦、要寄的嘛，是即嘛近日间吼都爱讲，甲咱讲，咱就拢甲你吼、哦、包，拢甲你包装甲好好，甲你寄去甲附上安尼。咱即嘛吼广告，咱就是香品啊，是介绍吼、哦，咱上简单的吼、哦，香香款速茶贡吧，小盘香普林灯，净钙率蜂胶牙膏。哦，像即马咱师兄咧注文的吼，啊，咱第二代的火焰霜，然后，即你也讲麻吼，也是讲微肿，哦，感觉咧肩胛头酸溜溜，啊，定定安尼吼，安尼压久来吼，你也感觉安尼肩胛头结归完，吼，安尼咧感觉会酸会痛，会无啥舒服，一筋络会无介柔软，安尼才甲抹火焰霜，然后。伊个一罐200块，三罐500，哦，俗个好用啦吼。家家必备的，该捞一份啊，点么出来，反正都用到啦吼。暗时要困吼，身躯洗洗咧，啊个个淋淋咧吼，烧水个淋淋咧，啊是用烧水个吸吸的，然后火焰霜个抹咧，明仔载你会感觉，哎呦，撩零，真舒服哦。啊，咱也是需要啦吼，香片的加上，或者是讲吼，浇点叶黄素，还是多美千益生菌。吼、哦，下早起都咱的师兄吼，透早都来提吼、哦，三盒张之王啊，三盒咱的三高宝啦吼，啊个提这个贡物，吼、哦，真早都来安尼吼，那么真个感恩啦吼。伊讲真好呢，真好呢，讲这个物件真好呢吼、哦，谢谢啦，感恩。以上这拢是广告啦吼、哦，啊，咱要用净钙率蜂胶牙膏还是合理美，我们都很欢迎咱的师兄姐吼。啊，来结缘，以上这拢是广告啦吼。有需要服务，免客气，找恁必胜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来，恁即马节目呢进行到第二段，哦，咱就来甲讲这个七真啦吼。七真人那个讲会圆满啦吼。来，恁即马来延续七真段。
咱即马讲甲孙不义呢，伫个咱即个山东，吼、哦、山东啊，要讲起来吼、哦。那如果讲孙不义吼，伊伫照即个吼红灯呢来隐身吼，伫洛阳啦吼，伫洛阳已经修行正果啊吼，啊所以讲吼、哦，有人甲修了一座三仙寺呢，吼、哦，凡有即个祈祷。哦，啊，都真有感应啊！吼，咱长老讲到这嘛，吼，啊，咱即马讲这个孙不义呢，吼，伊会变化一杯呢，吼，啊，转来到这个山东呢，临海关入了这庄内呢，吼，去予这个马欣呢，吼，一目就看到，赶赶紧紧来迎接。伊讲祖庙啊，哇，十几年拢无看到呢，啊，伊个面呢，吼，较早时呢，袅袅袅，即马呢，生。照啊吼，得到啊，佮恢复着较早孙不义迄个容貌啦吼。即、这个马欣呢，用龙诶拼死走呢，入去讲，冤鬼啊，较紧诶，你出来者，你看这虾米人转来啊呢？这马丹娘出来呢，伊讲啊，孙道友啊，辛苦啊吼。这孙不义就讲吼，孙爷好言辛苦呢，这个苦字，那是咱修行人诶考证，受不了苦，焉能修行呢？哦，正言之间呢，吼，众罗棚呢，拢等下参见。哇，这孙不义呢，吼，伫这个马家庄呢，大家你也看，讲，哎、欸，你甲看，以前吼，迄、那个面安尼吼，歹糊糊吼，那牙车嘞吼，你甲看，即马呢吼，去十二年的洛阳，修行正果，等下颠倒倒少年，像仙女同款呢，比以前的孙不义，腰骨较庄严都对。即马大家拢要登来看神，规庄啊头的人拢一入啊，都是要登来看讲。较早呢是一个少的，吼、哦、少离开了吼，即、哦这个临海关呢吼，大家拢知影讲孙不义起笑，修道修到走火入魔起笑。即摆成就登来，都亲像仙人的即、这个吼仙风道骨呢吼，或遮侪落魄，佮别人呢一听到即个消息来的时阵吼，大家都知影讲啊，孙不义已经安怎？成仙得道回来啊！这马丹娘看这孙道友呢吼，哇，真正是庄严呐吼，庄严，直直甲赞叹、暗赞呐吼。这孙不义就甲讲啊吼，伊讲吼马道友啊，你吼一直拢总伫咱这个马家庄呢，无出去游，妈妈无出去吼外口呢吼，啊去访道呢。啊！你安尼呢？唔知影讲你即马单工如何啦？吼、哦！即孙不义就甲讲啊，讲咱两个来坐看卖啦。吼、哦，先讲吼、哦，啊是讲你强，啊是我强，拢不要紧。吼、哦！啊你呢？吼、哦，伫马家庄也无出去外口游历，所以讲唔知影到底讲吼、哦、马道友呢？吼、哦！啊你的即个单工呢，唔知练了如何？啊即、这个马丹娘就讲啊，你茫小看我呢，我哪会当点着为人呢？哦，这孙不义讲，你会当点着为人，啊，我会当点着成金呢。但是金银了不了生死呢，生不了新鲜哦。吼、哦，原无用处，即个金甲银原无用处啦。所以讲，较早这个孙杨呢，这李先祖甲这钟离老祖学道的时阵呢，老祖以金人一方给伊呢，吼、哦，给伊知影。这孙杨呢，吼、哦，是安怎讲这个老祖呢？就是咧讲到钟离老祖，李先祖要拜伊做老师的时阵吼，内底面伊讲我遮拢宝物呢，吼、哦，啊所以你也甲我拍，当有数十斤呢，和这个孙杨拍咧拍三年呢，两个金甲头磨甲安尼拢六皮六刀呢，伊嘛无怨言，吼、哦，一旦老祖呢命孙杨呢吼，甲、哦、讲啊你即马拍三年啊，你敢知影内底拍啥物物件？伊讲。啊，先生，老师，你不是讲那是宝物吗？哦，伊讲啊，你拍开看麦啊嘞。这孙杨呢，拍开了后，看到讲一拍原来是石头嘞。啊，这石头可以拍三年嘞，拍到安尼磨到这肩胛头拢啊溜皮溜刀呢，佫入去佮强要有看骨，伊嘛无怨言呢。啊，这老祖明这吼孙杨退开的时阵要看讲有亲人心无？但是呢，吼、哦。伊确实无亲人心呢，啊，所以这个老祖就甲讲啊，你即马看虽然是石头呢，但是我会使教你哦，
我还在教你点着神经呢，嘛无枉费你排三年。讲了后呢，用手一个比呢吼，啊，迄、那个石头就变成黄金。甲这个顺良讲，伊讲我将这个点着神经法术传予你啦。这顺良老祖呢吼，就讲啊，伊讲化石为金呢，可不应无改变嘛。这将李老祖就讲讲，我所点的金呢，吼，与真金无同呢。真金书中如印呢，所点的这个金呢，一旦用五百年呢，吼、哦，一就阁变多等下石头。这顺阳呢，就甲老祖讲买啦。如果呢，地主呢，吼、哦，那学者呢，吼、哦，出术兴利于五百年前呢，遗害于五百年后，岂不误了五百年后的人呢？所以讲，你甲我教无紧，但是我未当用这吼、哦、这种术，吼、哦。啊来呢，耽误人，安尼袂使。啊，所以将李老祖呢讲，好好好，自知道念，我不及也。正果当在我之上呢，这就是较早啦吼。你讲了将李老祖道李先祖的这段话，吼、哦，这个点着神经的描述，只会遗害后世，以道有何在？这嘛，这是顺缘经啦。吼、哦，这个甲伊妈道友讲啦，伊妈道友讲，嗯，那我得。爹妈家庄吼，我那人家吼，会当点点照生银呢。伊讲你干那会当点照生银，我会当点照生金呢。啊，那免在遮比，吼、哦、金甲银对咱拢无用处。咱最主要是伫咧了生死，金银袂当了生死，生不了新生，所以这拢免讲。所以讲生金妙术只会遗害后世，吼、哦、啊，所以就无要学，啊嘛无爱做。所以讲那段量呢，点点。无话要讲呢吼，这顺恩真讲来了来了，那我只有一鼎滚水，吼、哦，我用汤啊，给摕入个房中，吼、哦，啊倒咧浴盆内底，请万丹用沐浴啦。当时呢，迄个时阵是八月呢吼，天都还佫淡薄啊热，只见吼，迄、哦那个水气腾腾呢，烧烫烫的滚水呢，这万丹用手机甲试探看嘛，哎呦，这烫到会碰趴呢，连声讲。这唔通，这唔通，这泪吼、哦、连皮都溜溜。吼、哦，孙不义就讲啊，伊修了这尼啊侪年，连这点啊功夫拢无呢。啊来，你到边啊看，孙不义呢改衣就衣呢吼、哦，这个滚水这尼啊烧呢吼，伊、哦、一点啊都无感觉烧，直接都跳落，坐咧自在自在啦吼。伊、哦、讲你我东书学道呢，一般。用功呢？为何你的道术想来差这么多啦？吼！阿舅妈妈丹娘都甲赞叹啦，伊讲嘿啊，咱两个都同一个老师，阿讲啊拢同一个口诀。啊，为什么？伊讲你无食过苦啊，你伫这个马家庄安逸啊，你无出去外口流浪，无通食去共分的时阵，餐风露宿的苦，你无去。经验就吃，所以呢，你的功夫只在伫老师传予你的单功而已啊，并无更加功力啊。啊，所以讲吼，这个水呢，你唔敢洗，我敢洗，啊，我洗洗了身躯，佫会清凉。人呢，浸伫水底，迄个烧烫烫的水，伊佫无流汗，身躯佫反凉，反清凉。你啊，看伊功夫练到甚物程度？啊，所以讲吼，伊讲啊，你道术虽然比我较强，伊就较酸啊。伊讲你食了伤好啊，你伫马家庄吼，食好困好啊。啊，你也像我伫洛阳呢，十二年要食都爱来讨呢，吼、哦、啊，寒天雪地也无配通教呢。你想我是安怎过？当然我是爱用练功呢来保护我这个肉身啊。要来无干那寒就寒死，枵就枵死。吼、哦，所以讲伊伫洛。用呢，苦修了一十二载呢，得这玄妙，所以就甲笑啊！伊讲你伫家中享乐安闲呢，修着这几间啊厝呢，寸步都无要出哩呢，唔肯苦修，吼、哦！安尼里面哪有妙道功夫？啊，即嘛，这个马丹龙呢，去哦，这个孙道友甲讲讲呢吼，伊感觉有理啦吼。伊、哦、讲啊，师傅已经无法成仙呢，无人看。看手正义，伊讲阿你达就一定爱看手，放下。阿、啊、你会当托付马心，为什么你袂当出去封一封道呢？吼，所以讲吼，这个顺缘真讲，我是无要插你啊。今仔日我等下甲你讲，吼，阴暗我若离开，
咱两个呢要见面吼，一定爱是搭母娘的蟠桃盛会，你有成仙，妈都有咱才有搁见面啦。啊，你若无成仙，这就是你的做法，甲我嘛无关系，嘛无地带啊。吼，迄个时阵甲讲甲真绝啦，秀一个做一去啊。这个妈丹娘叫刺客一个讲好。我嘛绝对要来成就仙道，完了这个道中呢，吼、哦，这天色还未微明呢，就趁众人还过困的时阵哦，伊就悄悄出了这个庄门，无人知影。啊，这个马丹阳呢，去哦，孙不二安尼甲讲呢，出去呢，是不是会成道啦？吼、哦，啊，所以讲哦，伊就留一挂钱让马欣啦，吼、哦，伊讲提来铺桥走路，救济贫寒，吼、哦，啊，所以讲哦，即马咱讲马丹阳呢，遁入了这泰山玉女峰呢吼，所以讲修养数年了后，吼、哦，第二月十九来飞升了吼。即马讲诶，咱这已经一个一个吼、哦、要飞升，就一个讲到这个去这个泰山玉女峰吼、哦，就是咧讲到这个啥，讲到孙不义啦吼，唔、哦、是马丹阳，是孙不义呢吼，搁、哦、再入去。遁入这个泰山玉女峰，佮修炼数年了后，伫二月十九呢来飞升，吼、哦，这就是咱即马咧讲的孙不义啦，吼，已经成就仙道啊，吼。讲这个马丹阳呢离开这灵海关呢，唔知影要对去好呢，去襄阳去想着吼，因师傅这个喷蒙伫陕西，何不往这个陕西一游呢？注意拍定了后，西来有一个叫做长安。晚梦惊睁出来一个道友啦吼，哎、欸，这个道友是虾米人？哦，曲中春啦吼，伊心肝底安尼想啦，伊讲，啊，曲中春，还阁是伫这个所在，无离开因这个吼，这个陕西的所在，拢总是伊伫个这个书的喷蒙，迄、那个前前后后安尼尔，并无离开啦吼。这曲中春一看，心中想咧。啊，这到底是不是我的马叔兄？啊，所以讲吼、哦，两个看到的时阵呢，欢喜呀吼。伊讲曲道友啊，吼、哦、啊，这个曲中春呢，用浪呢一声就走来讲啊，马叔兄啊，当作在路边啦吼。马丹娘就问讲，你这几年啊，走过什么所在？功夫练了安怎？这曲中春就甲伊讲啊，伊讲师傅的盆伫遮呢，我不忍心远离呢，性。人性之功呢，未敢荒废。但是这个马丹娘就讲，啊，讲师父呢，吼，已经得了大道，恩灵得死呢。所谓你这个梦呢，唔免直接修啦，师都已经成仙啦。你修这个空盆要创啥呢？哦，不过呢，吼，伊就该讲吼，不过是你的想法啦，吼。啊，所以讲吼，你乖乖紧紧，吼，人性内功德行。外公，吼、哦、先生呢，有甲咱讲，叫咱爱内外兼修，方位之玄妙。啊，如今呢，吼、哦，荒废，安尼袂使。这曲中春闻言呢，恍然大悟呢。在这个马丹娘甲讲啊，讲老师都已经成仙得道啊，你空伫这个，吼、哦，这个啊做梦边呢，吼、哦，这个喷梦伫遮，你甲友好，你甲扫，你甲扫这个梦定。哦，啊！你个烤草用个时间呢？啊，拢伫个这个梦境迄个所在咧打坐，啊嘛无去荒岛，啊嘛无去离开，吼、哦！这个王重阳啊，这个梦呢，啊，伊就想着王重阳要来拜梦了后，才要去入山去修炼，才去拄着曲良春。甲曲良春讲，伊讲你安尼已经荒废啊，所以吼、哦，甲这个曲良春讲了一遍了后。这个曲中春讲，你讲了有理啦吼，安尼吼，咱也是安怎，唔通伫这个所在吼，荒废咱的时光啦吼。啊，所以成道呢吼，这六位师兄姐吼，要讲起来就是咧讲着啊，咱即马有五个已经成就啊，即马甲当马丹阳呢吼，啊加咱这个啥，甲曲中春，伊讲中期对甲蹲期分，人讲。好信嘛，咱将师傅呢吼传予咱的道呢，尽传予你啊。所以讲这个长春呢，就改，伊就改讲这个吼韬光吼废机，一味
乘拐弄巧，生多当在六个人之后，就是咧讲到苦梁村，你爱上路买成就，这是较早先生甲讲的话啦。伊讲吼，伊一味呢吼乘拐弄巧，生多一定是伫这六个人的后壁，所以路今不可不改。老师安尼甲你讲啊，你爱主生书呢，吼，唔能爱忠其地卡，敦其朴实啦。我将师父传乎我的道呢，我尽传乎你。这张春听了后呢，真欢喜啦，就因为到这大卫川呢，拜开了神仙的庙宇，又到了这个江南山卡，参过了分台呢，分台，然后呢，吼、哦，坐盘供油经香了吼、哦。所以苦梁村呢，心主悔改，千行炼机了吼，又。不会在以前那样子小孩子气功，吼，那个乘拐弄巧，乘拐弄巧都摸啊吼。所以马丹良呢，将这个刀苗痕迹改记薄，吼，会知影。这姑娘村的青参苗地呢，唔敢懈怠啦。马丹良看讲吼，伫这个所在呢，吼，未歹，那个纤细朴实，吼，所以讲。含这个姑娘村呢，伊话伊有一天呢，来到这个天降大雪，两个人困在这个灵庙内底面呢，共同有一个蒲团在打坐啦。所以这两个人呢，用一个蒲团，啊，这个姑娘村呢，到这个马家庄阿多了后，并无道家弃哭。后来呢，重阳先生下江南，马丹良呢，将咱家己所做的这个蜡衣啦、蒲团呐，吼一挂会当服伊的物件。吼、哦，隆重吼，这个苦梁村，何伊呢？吼、哦，带倒转来，何伊倘好有这个经，有这个吼、哦、修道人的衫裤好穿，吼、哦，然后呢，你要讲吼、哦、啊，是人讲求布施啦，吼、哦，唔只有法度求布施，你唔是一个修道人的款，你也无蒲团，吼、哦，啊无这个蜡衣，啊无这个，啊无这个吼、哦，咱咧讲的吼、哦，修道人的款。啊！你若讲要去甲人吼化缘，化一碗饭，有可能来甲当作乞食。啊，所以讲吼，这个苦梁村呢吼，伊有这物件，嘛是讲当马丹良呢本身呢，真正对有照顾呢吼。要出门的时阵呢，吼，伊就拢甲穿好好的，更衣这个师尊的棺木的时阵，伊就甲穿好好啊。啊，所以讲吼，这个人化缘吼，所以。伊有这个饭堂食，嘛总嘛是爱感恩啦吼。这马丹良足周至的想法啦吼，才会当给这套蜡衣呢吼。从此呢，哦，伫这个陕西呢吼，过了这几年的时间啦吼。所以吼，咱要讲起讲马丹良甲古梁村呢，伫迄个足冷足冷的这个天气下，那外口面拢总落雪，吼啊，因就这个灵庙内底打坐啦，吼落了这场大雪了后。平地呢，已经吼，人讲雪深三尺，峡谷万丈之中呢吼，讲离河真远啦，啊，无地讲讨食呢，两个人过了三暝三日，苦梁村忽然间想到一个念头啦吼，但是唔知啥物念头，吼，咱饥寒逼迫难言苦呢，怎不教人忘念生啦吼？啊，即嘛苦梁村的妄念是什么？吼、哦，啊！这两个五三暝三日啦，去予西风调咧，也袂当落山。啊，三暝三日拢无通食。啊，苦梁村的妄念，他、啊、妄念是什么？明天会不会出了什么馊主意啦？吼、哦，阿、啊、要有马丹良，那就明仔再来讲苦梁村到底伊是啥物款的想法啦？吼、哦，咱再过来延续七经段。讲故事啦吼，讲故事就是甲迄个吼故事架构代构啦吼。因为咱修经录内底吼啊有这个后壁段吼后壁面吼，咱来讲啊讲人来到这个修炼吼，总是一定有一挂吼，像咱咧讲三十七座吼，三十七座道品
37座刀的这个刀品呢吼，就是讲每一个人入刀因缘拢无同款，但是对当事者来讲，拢是一个真殊胜的缘起。所以咱讲唔通讲哦，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呐，吼，每一个人不可以少，就是咧讲不可以消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就是咧讲到这个彼国指的，就是西方极乐，还是咧咱讲讲义来讲，就是讲不管是吼什么款的净土，咱拢讲是西方啦吼。无你的净土，西方加善根，无你的净土嘛是西方。吼，日何复净土？吼，该是拢咧讲西方。啊，迄、那个彼国，咱拢会当安尼讲啦吼。所以咱讲吼，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嘛，随其心净寂。佛土净嘛，可见呢吼，初心照感法界因缘。无论讲学道、修道、当因有六，拢总有六道轮回，吼有解脱道、菩提道，吼即个差别。所以咱讲要脱离轮回苦，吼咱怎无了解这个轮回因果？所以吼，伫咱因地不尽，果招依缺啦。啊，就是咧讲着讲，咱来建立了修行上的正地见。咱这边落入了盲修瞎练的智库啦吼，盲修瞎练。所以虽然讲吼，这法门84000，但是总离不开自性真心，自性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是咱佛的三法印呐、啊。啊，可以讲吼，啊，咱用这个印证，咱家己的这个心是不是偏离了正道？咱家己再用来印证咱家己啦吼。用来印证咱家己，咱家己是毋是离开了正道？佛门甲道家呢，历代祖师大德，无一毋是刻苦修行而成就道业的，吼、哦，也是证悟菩提，对无？咱讲无迄个天生的弥陀啦，就像咱讲吼，四月初八，哦，咱的释迦佛祖呢，吼，啊，咱讲，咱讲有这个天生的弥陀，伊嘛就爱点菩提树下呢，受苦6年的时间才悟出着。吼、哦，正知吼，悟、哦、出着这个明心见性呢、哦。所以讲修行无咧速成班的啦吼、哦。所以咱即马这宗教呢五花八门啦、啊。吼、哦，以经济学的概念来讲，嘛算讲是一种另类的吼、哦、供需平衡。说穿了都是与自己的妄想相应。所以咱俩讲，咱即马要静下心来问问咱家己啦。吼、哦，真有那么容易？咱的习气啦、毛病啦，无改半分，你就会当速证菩提吗？迄无可能啊！如果咱讲菩萨当我是凡夫同款的习气，一样的贪嗔痴，哪还像是菩萨？那是不可能嘛！吼！所以伫这个大吼大法大法界吼经内底，伊讲我是为汝所说诸法相思为止。诵习就是咧讲诵经啦、学习啦，不要荒废。吼、哦，静修唤醒，静持。吼、哦，咱这个啥，护持这个境界，咱才有得福利世间诸天人民呐、啊。吼、哦、啊，所以讲咱今日咧讲着讲思维未使懈怠。伫这37道品内底，所谓的四念处，然后咱咧讲着四正勤、四如意、吼、哦、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性道分，或者一个讲到吼，咱要那修习精勤思维，吼，会当予咱来解脱。当然啦，吼，修行根本啦，吼，咱就是知影讲这个性道的正因，所以咱唔只知影讲是正果，安于所分，才不会为求速而成为走岔路了，吼。所以咱那是吼求速，咱就惊唔对路，就惊岔路，所以自我。自悟悟了，自己的法身慧命，岂不是一盲引众盲啊？修错入火坑了吼！这刚才讲哦，咱人呐是行唔着路的，讲一盲引众盲呢，修错了入火坑呢，这个罪呢可是大了，真的很大。所以七经书段呢，是咧激励道心的传记啊。在这37道品内底，是坚固修行的法门。所以呢，咱也当带予咱。每一个人呢，吼，听听咧，拢会当法喜充满。在这个菩提道中呢，吼，咱在讲的相助，就是咧讲这个吼，每一个人呢，吼，不管讲你是修什么法门，这拢是一种契机的方法。
有契机的方法，你就能入门，打开咱家己的心门，走向成就佛道康庄大道。修行行安怎？间断夹杂，间断着功夫不成片呐吼，啊夹杂就心意不坚呐吼，心意不坚，连要跳这，连要跳遐，连要跳遐。吼、哦，啊，人讲啊，这个法门修修诶，无难无下吼，啊，无三无两啊，食，人讲加三嘴，啊，未看到阿咧，啊，都无爱啊，这人我都无爱啊，吼、哦，啊，无爱就搁换，吼、哦，不管是什么样的法门呐、啊，就是要有一种契机的方法，你才能入门，打开咱家己的心门，走向成就佛道的康庄大道。修行最忌讳的就是拄只梅香讲安尼间断呐、啊。念咩有，念咩无，念咩有来，念咩无来，吼、哦、啊！念咩这唔好，念咩那唔好，你间断夹杂，间断则功夫不成片嘛，吼、哦、夹杂则心意不坚，功夫不得力，吼、哦、啊又搁记，吼、哦、咱记的就是啥，一世界去攀缘，一根行来换一根，一根行来换一根，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你就是一直最忌讳的就是一直在攀缘呐、啊，攀缘。所以咱讲心明啦、上师啦、道场啦、孙亚师姐啦，攀缘的背后，反映内心的不老实，祈求神通啦、感应啦，吼、哦、啊，祈求福报啦，吼、哦，无非是要做一个啥？哦，咱修行啦，干那讲要爱一个五祖丁科，福禄寿喜，也是讲干那要修一个福报，安尼嘛不算真正修行。如果咱若走入修行的动机呢，吼、哦，不是厌世间苦，不是。发菩提心、哦、那是最好检视自己的内心、哦、不是说厌世、哦、我们才来修啦、啊、不是说、哦啊、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才要发菩提心，不是这样，我们最好去检视我们自己，我们的内心调整一下脚步，我们要参访神知识，为我们自己点一段明灯，我们才有照亮正修行路，我们才有找到一个正修行的路。我修行是修正咱家己心口意的行为造作，既然是修正，那就代表做人嘛，哦、代表做啊，做人啊，这个人的咱有圆满啊，无圆满，那么是不是修正的标准？所以咱讲，不管讲咱今日任何伫经主内底啦，讲通过大乘、小乘，还是讲一切正果、正果的良方，是未对来的，哪有良？良方呢？哪有很快的方法、速成的方法？无一种物件吼，就是一切修行法门的基础，就是爱让咱了解，了解什么款的方法，咱爱坚固咱的道心呐。你若无坚固咱的道心，要为咱家己，而这个菩提道呢，吼、哦，要甲打一个稳固的基础，迄无遐简单呐。咱定吼，咧沉睡，哦，我们的心门没有打开，一直在沉睡。吼、哦，为千年暗室点一段光明的灯啦吼，就是讲咱今仔日脑这种想法，咱就为咱千年的暗室点一段光明的灯，照射咱家己光明的本性。安尼，咱唔只我都修，吼、哦，安尼唔是干那听就好了吼、哦，听嘛是爱去。有个人讲吼，悟性有的人，他要去见证。过来就是讲，咱有实际。哦、去甲修练，你才知影讲哦，功夫原来是这样练的，不是用听来的，还是要用练的。所以咱讲、哦、不要间断努力、啊、不间断努力必有成果了哈。慈莲毕生讲的宗旨是咧，佛林观大悲向三界川中悲喜乐之五十二号。啊，咱也是哈、哦、啊，咱有要来慈莲毕生讲结缘呢，咱直接哦，打电话还是用 Google。慈天必生功，伊就甲你带，带到到位啦吼。啊，咱也是要来宫的结缘欢迎啦吼。咱各宫各堂各庙吼，咱这所谓啊孙兄师姐啦吼，为了姻缘啊，多伫时节善缘的节目顶端呢，来熟悉这个声音啦吼。啊嘛欢迎咱的道亲呢，等下拜道祖、拜母娘吼，啊咱五庙齐会。啊，咱毛这里吼，啊，咱个圆通住在天尊、观世音菩萨、药师菩萨、地藏王菩萨，吼、哦，啊，咱讲佛道相修的道场啦，欢迎咱的道亲莅临慈天必生宫来指导吼，伫、哦、这呢祝大家吉祥平安，道光精进，法喜充满，再见，拜拜。